咦，小鱼儿，好懂事啊！爸爸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做人讲究礼尚往来。嗯，对对对。可是，小姑给你夹菜，你给他夹，这算什么礼尚往来啊？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。小孩，别瞎说，谁是小姑父啊？他是小姑父呀。谁说的？妈妈呀。我什么时候说过啊？你别造谣啊！ 你刚才说的呀，在厨房端菜的时候，我听见你和爸爸说这个不错，再培养两年应该能配得上竞争。哎呀，小鱼儿啊，你爸爸跟你妈妈这点话呀，全被你给抖出来了。嫂子，你嫂子看你上岁数了，所以担心着急了呀。别解释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你们俩呀，在上海，他只要是个男的，就往我这塞。哎呀，来，若兰。 来，嫂子敬你一杯啊！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行，今天难得高兴，让你们俩呀满意一下。来，他小姑父，我哥亲手做的。小姑父，快吃快吃！糖醋小排。谢谢，我干了。没喝多少，怎么回事？跟关公似的，你啊，吃饭吃饭。抱歉，让你见笑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干了。